骨头剧场经典冒险喜剧《冒牌天使》，整个剧情我也觉得编排得很棒，所以说呢，我来二刷了，是真的很好看。因为我觉得成龙哥他每次在舞台剧散发出那种魅力，好像武打明星成龙一样，我觉得他用生命在燃烧。成龙哥更不用讲了，基本上是老戏精啊，他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台词都有戏。虽然对我来说是一部幽默轻松的喜剧，但是我觉得在过程里面有好几度我的眼泪都已经在眼眶里打转。印象中你知道吗，我记得冒牌天使是一个非常欢乐的戏，可是我今天数度热泪盈眶。我非常喜欢《冒牌天使》里面用喜剧带给观众力量的故事。除了千沛之外，他是个很好的演员。那成龙哥跟崇哥他们的喜剧节奏一直都是我非常喜欢。哇，会有感受到很多的内在的很多的触动。是从舞台、音乐、灯光啊、演技、演员每一个人的角色，全部都是在一个频率上面。那频率是真的会把你勾得心里很酥麻的感动，可以看到。喜剧表演的教科书，非常的过瘾，很好看，推荐大家一定要来看这部好剧。大家可以看完之后找到自己。我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分享，一起来看。所以希望大家呢，这之后还有场次，记得要来支持。冒牌天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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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相信就会有奇迹。